大家好，欢迎来到爱情与婚姻的迷雾频道，让我们一起来拨开爱情与婚姻的迷雾。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情中的霍桑效应。霍桑效应是指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关注时，会不自觉地去改变自己的某种行为和语言。这一效应源自于1924年到1933年的一系列心理实验。 以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为首的研究小组，通过研究工作条件与生产效率的关系，才发现了霍桑效应。这场实验最初是为了提高美国西部电器公司的生产效率，刚开始改变了各种外部因素，他们开展了一些照明实验、休息间隔实验、薪酬实验等，来研究企业的效率问题。 但是霍桑工厂的生产率一直没有提高，无奈之下，只能请来了一些心理学家，在两年的时间内约谈了厂中的两万多名工人，耐心的听取工人的意见和抱怨。没想到的是，生产效率瞬间提高了不少。在历时九年的实验当中，最能直观说明霍桑效应的，就是当六个女工被单独调选出来时。 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极高，因为在他们心里认为这种重视的感觉让他们感到自己很是优秀，变成了特殊群体，所以就会加倍努力工作。这就是霍桑效应。那么，在爱情中，我们如何运用霍桑效应呢？霍桑效应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朝着你希望的方向改变，那么就要持续而温柔的关注他。 就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你想提升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的亲密度，可以这样做：第一，让你的恋人感受到被关注与重视，因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关注时，会不自觉的去改变自己的某种行为和语言。在感情生活当中，最令人难过的是，我把你当做心中的唯一，你却把我当做万分之一。那么。 如何让你的恋人感受到被关注与重视呢？比如，你可以耐心的倾听他的内心的想法，还有对于生活中对方的付出表示感激，而且要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这便是关注与重视。第二，霍桑效应，首先教给我们要懂得夸奖一个人。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能够给对方积极的心理暗示的话， 那么对于他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任何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道防线。当你攻击他的时候，他就会启动内心的防御机制，选择躲避或者是攻击。相反，当你去鼓励他，让他感觉到你在意他的时候，他反而会想要去靠近你。人一生间有着数不胜数的欲望和感情，但是最终实现或满足的很少。 所以，没能实现的欲望和没有被满足的情绪，如果能适当的满足与发泄出来，它将有利于身心健康。当你应用霍桑效应对它表示关注，也正是对方没能实现的欲望和没有被满足的情绪被满足的机会，而他能满足没能实现的欲望和没有被满足的情绪，那么他会向你接近于靠拢，这正是你的目的。 第三，持续的关注必有成效。经常听一些男性朋友说，女人的心就像海底针一样，难以捉摸，心情阴晴不定。喜欢上一个女孩之后，想要走进她的心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想要走进女人的心里，总会有方法的。简单来说，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介于关注和被关注之间。当你发现一个人在关注你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如果发现对方对你的举止有不满意的情况，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像演艺圈里的明星一样，当自己的演技或者说传出不好的绯闻的时候，会冷静下来审视自身的。 思考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然后稍作改变，直至演技达到理想状态，舆论被覆盖为止。只有当自己被喜欢的人关注的时候，你才知道在对方眼里你是否符合他的标准。在这个被关注以及不断改变的过程中，让自己达到对方的标准，甚至说，当你还没有完全达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对你日久生情。 好比你不知道对方喜欢吃什么，讨厌什么，你没有必要去问他这些问题，而是直接去做，通过他对你的评价，对食物的感兴趣程度，判断他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这个过程虽然很累、很复杂，但却能够体现出的诚意和用心。所以，想要走进对方的心里，牢记霍桑效应，感情来说也应该这样。 一个人不能离开你，我想让他了解你的感情，而是应该勇敢的表现，更准确的指导对方，自然越来越不能不能离开你。有图片，感情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模式，不是简单的付出就能解决的。所以在感情中要了解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了解霍桑效应，牵住他的心，让他对你上瘾。 零一引导对方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实际上，一旦意识到自己被关注，内心就会产生某种感情上的变化，它会根据你的行动做出相应的反应。很多时候，女人在感情中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勇敢的表现的爱。这种行为并不是很受用，对于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大多数男人脑回路可能没有那么快。 所以应该学会正确的引导，不要急于表达爱，这样会让对方有压力，不知所措。只有你慢慢的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喜欢的东西，引导他向你的方向发展，自然就会被你吸引。感情这种东西不能着急，有时你的行动会影响他的判断，使他的思想产生偏差。要想让男人理解你，光说不做就行了。 还需要学会给予，从生活中的小事中感受到你的诚意，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调动积极性，给予必要感和满足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都说好的感情是值得骄傲的，适当的赞美男人可以给他信心和力量，让他对你们的感情更有信心。 不得不说，一个女人的言行会直接影响男人的决策。只有正确引导，才能让男人心甘情愿的付出。零二，根据对方的反应做出改变。都说好的感情是相互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相互取暖，相互满足。其实我很赞同这一点，因为感情的需要是双向奔赴的，不是一个人一味的付出。 而是另一个人一味的享受。如果想成为无法分开的人，就要满足对方的心情，让对方产生依赖，这是彼此改变的过程。你的一些行为也会影响到对方的变化。例如，我们在做某件事的时候，虽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当看到对方的反应时，还是会在意对方的心情而采取行动。你考虑了对方的感受。 自然，男人也会看到你的付出和改变，做出相应的改变。不得不说，爱是相互的，在你适应对方的同时，他也会做出回应。所谓感情，就是用真心换真心。你如何对待对方，对方也会如何回应你。你的理解和体谅，会让他更加认同你，珍惜你，在一些事情上越来越依赖你，离不开你。总结。 良好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知道霍桑效应，就能建立更好的关系，在促进彼此感情的同时，正确引导对方的变化，这种感情就会越来越牢固。爱情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你怎样对待对方，他也会怎样对待你。很多事情只要你正确引导，好好说话，尊重对方，其实没有什么事。 他也会更加了解你，离不开你，对你上瘾。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经常听一些男性朋友说，女人的心就像海底针一样，难以捉摸，心情阴晴不定。喜欢上一个女孩之后，想要走进她的心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想要走进女人的心里，总会有方法的。 简单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介于关注和被关注之间。当你发现一个人在关注你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如果发现对方对你的举止有不满意的情况，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像演艺圈里的明星一样，当自己的演技或者说传出不好的绯闻的时候。 会冷静下来审视自身的思考，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然后稍作改变，直至演技达到理想状态，舆论被覆盖为止。只有当自己被喜欢的人关注的时候，你才知道在对方眼里你是否符合他的择偶标准。在这个被关注以及不断改变的过程中，让自己达到对方的择偶标准，甚至说，当你还没有完全达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你日久生情，好比你不知道对方喜欢吃什么，讨厌什么，你没有必要去问他这些问题，而是直接去做，通过他对你的评价，对食物的感兴趣程度，判断他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这个过程虽然很累，很复杂，但却能够体现出的诚意和用心。所以想要走进女人心里，最好掌握霍桑效应。零二。 很多人都以为，想要走进女人的心里，只要做到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对方的口味，就像每道菜的味道一样，合乎口味的会多留意一点，不合口味的可能就不会再吃。所以，想要俘获女人的真心，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无非就是要引起对方的关注，然后用你的诚意打动对方，通过不断的改变。 彼此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方式之后，就会产生依赖感，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走进他心里。要知道，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可能在异性交往的过程中，很少有人会把感情和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可能性在他们眼里，心理学和感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的。殊不知，心理学恰好是两个人心灵沟通的桥梁。 就比如说霍桑效应，如果彼此之间没有相互吸引和影响，或许爱情的种子很难萌芽。当然，所谓的霍桑效应也并不是说完全凭借相互吸引，然后日久生情，而是也要学会夸奖，不能总是用“我都是为你好”这一类的借口打压别人的主动性。相反，如果能够用一些暗示语的话， 可能就会激励对方，这就相当于处于青春期孩子们的逆反心理一样。当你强硬的把自己的想法施加在别人身上，他就越发的想要挣脱。如果你能够适当的鼓励，顺应他的意思，或许他就是感觉到温暖，想和你有亲近的接触。所以，想要走进女人的内心，只要掌握了霍桑效应就可以了。 它会激励你们彼此不断进步，也将会促使你们的感情逐渐升温。零三霍桑效应的存在是要我们变得越来越好。简单来说，就是想象中是什么样子的，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发展。再加上你们彼此身上独有的个性和魅力，慢慢磨合。要知道，那个真正能够陪伴你一生的伴侣，就像你的镜子一样。 想要俘获对方的芳心，就得让他对你足够信任，然后两个人相互影响，直到把彼此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对方面前为止。毕竟，不管是哪种关系，在相处的过程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人会因为一些芝麻大点的事儿就分道扬镳，有的人就算心里清楚前方道路艰难坎坷。 也会毫不犹豫选择继续坚持走下去。生活中不只是女孩会因为羞涩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敢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男孩有的时候也会，比如害怕被拒绝之后没有理由继续守在她身边。然而霍桑效应就告诉我们，这种恐惧的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如果你想彻底的走进女人的心里， 就得敢于把自己的感情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不要总是压抑自己。要知道，只有你能给对方足够的关注和爱的时候，对方有安全感了，才会给你同等程度的关注和爱。